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哦。今天我们来信众哦，来解因果。那一开始是会由师兄来告诉神将哦，这位信众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家住哪里，然后告诉太子说他今天来做什么哦，然后今天信众是来做解因果的事情哦。那太子会先测哦，看需不需要解哦。测完之后哦，太子写可就是说可以解。那此时师兄就会介绍说所需要的时间，今天礼拜六还有下个礼拜三哦的晚上来写书文，然后再来是哦下个礼拜六哦早上九点来到宫中哦来领取书文，然后再去地藏庵哦，会有师兄姐协同哦，一并去处理因果、解因果的相关事宜。所有要去解因果的时候，都会有师兄姐陪同哦。然后再来，太子所写的是，这时候太子会边看这个人的身体，有时候会甚至会再触碰他的手掌，来跟。他现在的这些众生在他身上的这些因果哦，来交涉哦，来写说他们的所需哦。那前半段哦，一般都是所谓的金子，还有一些莲花这些物品哦，甚至有一些是纸的衣服哦，或纸扎的什么东西。本宫一般神价大概都会把这些金额压制在不超过2000块左右，因为这些是所谓的物品啊。然后其实给多了，哦，其实对这些众生也不好。为什么？就如哦，我们要去别的地方，你穿金戴银，是不是就容易被别人看到，会对你有非分之想？就是这样而已。哦，所以东西带刚好就好，只是要让他们顺利去投胎。顺利哦，去报道哦，顺利去接受一些审判，然后把一些罪哦都还了以后哦，顺利能够去投胎。那这些物品只是让他随身带着，够用就好，所以不会开多哦，不会像外面的要多少多少，甚至烧了一卡车或者什么。我觉得。太子啊，本宫的神明都很慈悲啊，哦，所以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哦，所以这些通常就是开一些物品，哦，那这些物品里面后面可能会有一些吃的，哦，或可能是菜碗啊，或一些糖果饼干啊这一类的东西。那一般怎么选择这类东西？其实这些众生都跟你那么久了，跟你的吃，跟你的生活已经几乎融在一起了，所以这时候只要找你喜欢的就好了，不要铺张浪费哦。就是说菜碗哦，3荤3素哦，或者是6荤6素哦，那你就找你喜欢吃的这一类的，基本上就可以了，不用说要就是说我们要送人家走，特别去买很好很好的，那是一种铺张，是一种浪费，是一种贪呐，哦，所以哈。还是建议就是刚好这样就可以了。太子会边看哦，然后也边跟这些众生、这位信众哦，来双方都适合的条件哦，大致是这样。要让众生离开，是必须要得到所谓的双方都同意啊。那我们信众愿意解，就是什么都同意嘛，但也不能让信众花太多钱。那众生要走，他是想说要走，能要多少，他就会尽量要。那太子。哦，神明作为这个中间者啊，哦，所以会不断的会比较就是站在中立的立场，哦，让双方都会觉得圆满这样。最后面还会谢谢一些要给神明的所谓的鲜花树啊，哦，然后这些金子的部分哈，哦，我们都会要求这些要解的信众哈，哦，打电话到。地藏庵那边有金子铺，哦，先让他跟他们预约好，传给他们，请他们先帮你把它捡起来，哦，到时候人去付款就好了。
那现在鲜花因为也比较难买，那他们有在帮别人代买，所以就会我们都会请这些要去结因果的信众哈，就是先拨电话哦，提前个几天哦，把花订好啊，那对方那边的花他们订起来也比较便宜啊，所以我们都会建议好，大致上就是这样。那这一切就是不要铺张浪费，那那些什么菜碗啊，其实就是去自助餐的地方去挑选你要的东西，然后冰起来，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把它，就是也不用特别解冻，其实在拿到宫里面，在拿到地藏庵的时候，这些都已经就是变成一般的温度了，所以也不用说都要是热的，所以就是只要不是坏的基本上就可以了。那现在这时候太子在双方在协调，看有什么要增的、增加的或者要减少的，这时候会再做最后的确认。好，那这时候师兄会依太子所写的状况为他解释说这些东西里面有什么。偶尔会有一些特殊要求，可能这里面有些因果他是吃素的，那他有特别要求，他要类似馒头还是面包之类，要五谷制的，所以有时候会有特殊要求要特别讲，因为有时候我们也看不是很懂，就要再问一下太子，或者说太子听到这个是有误的，他会赶快修正，修正师兄所讲。那一般就是只写到物品啊，但是有时候太子啊会觉得有些人希望让他们了解他们到底犯了什么错然后太子就会特别的写但不一定每个人会写，因为有些人他就是大咧咧的，其实他就是只要解就好了，不需要去了解。那有些人或许他有特殊的状况为了日后的修行，或者是他犯的错是更严重的所以会有不一样的状况。那太子现在的状况应该是会为这个人写下他的前世因果，他的每一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要解那这时候就是一世一世的都必须要摸过手透过在他身上的因果来传达到底他犯了什么事情得罪了什么样的人事物那这些东西都是不会写得非常的清楚，就是写一个大概让你知道说你这一次最主要犯的错是什么那做错了什么。那是不是解完了就没有了？没有，
他这个解的话就是比较近代的武士，就是离最近的这武士、哦、然后来为你解，然后等你再过了一阵子，你修行到了一阵子，或者说哎，你可能过了十几年，走在路上，你的因果又找到你了，那时候可能还要来解、哦、所以一般、哦、有可能的话可能是五到十年、哦、人生也有运势的高低，那有些人就会来问是不是有什么状况来问神明，那有时候神明就会说哎，你的因果 找到你了、啊、或者有些人就会在外面听到一些师兄姐就说哎，你该解因果了，会碰到一些奇人异事、啊、会来告诉你这件事，那你就会有去解的机运，那解的机运的时候就有可能就会再解到另外、其他事的因果。那解完因果以后，就是其实也就什么都不用想了，知道自己以前犯过的什么错，然后这辈子就不要再犯，其他的也不用多想，那反正解完了以后就跟这些因果、哦、一刀两断、哦、自己就不要再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尽量、哦、向善，能够帮助别人、哦、其实这样就是最好的回报、啊哦、那有些人会写一些心经啊，或写一些经文来回向给这些因果啊、哦、我是认为没有什么必要了、哦、就因为因果跟你解完之后就没有太大的事情了，大家就是一刀两断就是这样，那我们只要不要再犯这些错就好了。好，现在写到第三世了，因为这里面的内容啊、哦、有些人会不大想给大家看、啊、那我有问过这位师兄啊，那他是没有特别说好或是不好啊，但是我想一下我还是不放大了、哦、就这样让大家看、哦、知道有本宫有在帮别人处理因果这件事、哦、为主要的目的啊、哦、那有一些人如果在外面有碰到一些奇人异事啊，或者是什么告诉你要解因果、哦、那我只是告诉你我们协圣宫、哦、会有在做这个业务，就这样而已。那只是说我们这个就是针对你身上的因果、哦、也告诉你为什么你犯了什么错，为什么要解这一类的事情，写得清清楚楚给你、哦、但是我还是要讲哦，批不批你的因果给你看，这是纯粹是神明的考量。每一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哦、并不是说哎，我去解因果，哎，你要给我解释啊，我犯了什么错啊，那 我不知道犯了什么错，我为什么要解呢、哦、并不是这样，是已经有人先放下，或者是无形众生已经放下了，他就说你只要给我一些东西我就走就好了，这些拉里拉扎 的事情也就不用再说了、哦、就这样而已。好，所以因果里面无形众生里面也是有一些愿意放下的，不会去计较的，所以这事情是很多种啦，就跟人一样。
众生就跟人一样，都有他的想法，有他的执念，有他的过往，有些想讲，有一些不想讲，所以没有什么绝对的。好，那就大致上是这样，然后这就是就是等太子写完。奇珍宫会员频道开播咯，想看更完整的内容请加入会员，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就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不喜欢我们的影片呢，就谢谢，拜拜。